货源应该就是这家物流公司，位置极其偏僻，老板人称辉哥。我看看那车最近是不是总在这晃悠，出去给我看看去。你说我带着害怕的劲儿去呢，还是我再缓一会儿？滚，别叨叨了，有情况。来大活了，你要真是警察，我就不信跑我这边开他们个龙虾店。你这位大爷，这位爷老爷老大爷大老爷，我是厨子。听说你们这换帮派了，换那个管理团队了，做点尝尝吗？多少钱一只？430。太黑了吧！欢迎你们品尝啊！我们需要把握机会，将阶级敌人一并拿下。好玩吗？别动！我是警察，别动！你为什么还敢动？啪！让你他妈屁啊！机枪！打炮呢？咚！他们不能真是警察，你呀，太嫩了。一组暴徒，今天晚上联合行动。要不你给我炒两只，两只，能吃了吗？